下班，基本上到了下班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种音量讲话。我进去的话，就像死状民宅，会被抓了，你知道吗？宝贝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点悄悄话想跟你说。过来一下嘛，乖，听话。你把耳朵凑过来一点。啊，对，我讨厌。我偷偷留下了。对粉丝的思念，身边。